透早，阮要做伙来敬拜你，要来阿乐你。阮求你安静阮的心，予阮专心专意来遮，将阮的心献予你。阮也求你伫阮的中间设立你的宝座，感染阮今仔日的敬拜佮服侍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是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咱已经有大个祭司头，上帝个子耶稣，经过遐个天，就着接受所承认个，所以咱着好胆，就近恩典个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着恩典，做及时个帮衬。请咱起立，做伙来吟圣诗第258首。Thank you.
这时请咱做伙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阮信独立专灵的父上帝，创造天地，一切看见无看见万面的主。阮信独立的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，伊伫一切世态里前对父生命，对上帝出个上帝，对光出个光，对真实出个真实，是生的，伊是受造的，甲父同真同体，万面。对圣神敬仰，在圣母玛利亚出世做人，以本丢为了多为难，为咱定时的受难埋葬，教圣经所记载，第三日复活，就因现在坐伫的正，伊免得因更在内心患患甲死人，伊的国无穷无尽，阮是救赎万民的主圣神。请咱同心来祈祷，感谢天父上帝，我们要阿乐你。过去一礼拜，保守带领上述平安，顺境我们要来感谢你，逆境我们犹原要来阿乐你。我们要活着时，要安尼来阿乐你，用欢喜的嘴唇阿乐你的慈爱。甲信息，为着最近马来西亚航空客机伫乌克兰发生坠机空难，台湾平湖空难，阿尔及利亚班机坠毁，真侪人丧失性命。伫哀伤、哀叫、痛疼中，恳求天父赏赐安慰。才会拄到失事的家庭，为着因来擦去浓重的目屎，赠因的家园甲心灵的重建。伫教会本堂，蔡牧师夫妇伫7月24到8月初7出国服侍，也恳求主保守因束缚脚所带的所在，坚固手所做的工。北里区。8月初9要来举行平安7月暝的福音餐会，愿港湾因因姐妹的见证分享，会当来感动每一位参与的兄弟，也予对灵魂有负担的，会当邀请侪侪的福音朋友来参加。中了清水福音队，我也恳求上帝保守每一位队员。每一位参与的学生，会通来认捌主、听主，得到拯救的福音。新开拓南横教会，愿上帝带领，予因有清楚的意向、使命。愿主看顾同工心灵的需要，予因伫新朋友的关怀佮联系，有够额的关心。阮相信万行事拢照主美好的旨意来行，也欲予伊的人对因的神来活。阮的子弟中，伫因的身体甲家庭有遭遇恶淡淡的，赵牧师的爸爸赵平生牧师公已经伫昨昏台南东光。中路教会来举行个别礼拜，赵田姊妹的阿嬷陈宝玉姊妹也伫台东殡仪馆举行个别式，愿主安慰因的家族，保守因的心灵。胡志祥姊妹目前也接受新的治疗，希望会当来控制这排斥的
的情况，求上帝让伊伫即个疗程的中间来看见到你的保守、医治甲带领，使伊到夜莺的稳定甲快乐。我确信一生的年日拢伫主的手中，你要做阮生命的牧者，我来恳求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求。阿门。请坐。这时，咱做伙用新的圣诗启应文33，诗篇139，咱来启应。我来启，请兄弟来应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，捌我。对真远，你嘛看会出我的心思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你已经知我要讲什么。你亲手保护我。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走到倒位，我才会当得胜利。我若在阴间，你嘛伫遐。啊，是去到日落迄边。你的这手嘛会扶持我。叫暗暝，甲我抓贼。暗暝，亲像日时，遐尼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侪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求你指点我，予我无歹行为。这时，夫妇团契要来献诗，是寻求你的国甲你的义。Seek ye first。
这时咱要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罗马人书八章二十六节到三十九节。请下这注释来看，我来读。个圣神也亲像安尼扶持咱的软弱，因为咱毋知影要怎样祈祷，照所应该的，独独圣神家己用未讲出的吐气替咱求。监察人的心的，也知圣神的意思。因为伊照上帝的意思来替圣徒求，搁咱在万行书三甲内，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，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召的。因为伊所大声载的，就大声定着因，甲伊的子的相同款，互因伫侪侪兄弟的中间做大子。个所代先定着的，就调音；所调的，就称音做义；所称做义的，就予因有阳光。论到遮个事，咱要怎样讲？上帝若为咱自罪，会对着咱。伊既然无惜家己的囝，为着咱众人献伊，兼无煞将万面白白予咱吗？自罪要告上帝所拣选的百姓啊！称因做义的是上帝，自罪定因的罪啊！基督耶稣已经死，尚且对死人中搁起来，坐伫上帝的大边，也替咱祈祷。自罪要过当咱伫基督的疼。迄是患难，迄是困苦，迄是困着，迄是妖魔，迄是痛体，迄是危险，迄是来倒啊！亲像所记载讲，阮为着你的缘故，终日受死，看作亲像要杀的羊。反正伫遮个隆重的事。咱对疼咱的德行到有春，因为我深信，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是掌管的，是现今的，是将来的，是关灵的，是悬是深，啊是别个受造的物，拢袂过当咱伫上帝的疼，就是伫咱的主耶稣所有的疼。就是伫咱的主基督耶稣所有的听。以上，陈美玲传道师今仔日讲到的题目是“未会过当的听”。兄弟姊妹平安。井上一之助是一个日本人，新学生。有一天，伊接到一张通知书，甲伊讲，伊的老爸已经死去啊。迄日是1906年7月31日，伫台湾的花莲。井上一之助的老爸是日本樟脑公司的职员，因为工资的问题。樟脑公司甲原住民有纠纷，直到迄阵伫花莲樟脑公司25个员工拢总受台死。井上一之助接到即个通知，伊感觉非常的惊吓，伊也非常的悲伤。伊的老爸死，敢会将伊甲基督的疼隔断？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
听堂的上帝，我这时要来敬拜你，要来听你的话语。我求你开我的目睭，开我的耳孔，开我的心，让我接受你圣的教导。我求你的信心在我的中间，亲自来教示我。我来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罗马书是使徒保罗写予罗马城的基督徒的批。迄阵罗马城是罗马帝国的首都，上大的城市。不过，这个教会并不是保罗亲自设立的教会，是咱唔知的基督徒因早早就去到遐设立教会。所以保罗为着想要去拜访这些伊毋捌看见的基督徒，伊写这张批来做准备，希望有一天会当和这些信徒见面，互相鼓励。第八章，有人讲这章那亲像国王的这个冕旒顶头上大粒、上闪烁的迄粒宝石。伫即章内面，保罗甲咱讲，咱遮个遮着相信基督耶稣，得着拯救，甲上帝建立一个合宜的关系的人，咱受着信心来引带，咱对信心的规则来生活。对咱来讲，咱已经脱离罪甲死的律。到八章三十五节，保罗问一个真要紧的问题。伊问讲：是罪会当予咱甲基督的疼隔断？是一罪会当予咱甲基督的疼隔断？到八章的三十九节。保罗真坚定甲咱讲，无任何的事、任何的人、任何的物，会当将咱甲基督的疼隔断。这个袂当隔断的疼，要予咱赢过一切隔断咱的事物甲款式。隔断是指分开还是离开？在咱的生活内面，咱拢爱经验隔断分开。咱的细汉囡仔在佚佗的时阵，因爱把无共色的竹仔分开，放伫无共的所在。红色的放一盒，蓝色的放一盒，这是一种分开，这是为着学习。所以咱爱分开。有的时阵，分开是伤心、是痛苦的经验。真济老爸老母拢有安尼经验。当咱的细囝大汉，要开始去读幼稚园的时阵，头一个礼拜，逐日早起伫迄个学校的门口，遮囡仔因无愿意甲爸母分开。迄、那个分开的时间对因来讲，那像是永远、永远要和爸母离开，所以非常、非常的伤心。有的人因经验的分开是搁较深刻、搁较长、搁较久的分离。比如讲，少年的男女因做朋友交往。总是一段时间以后，因为一挂原因，因必须爱分开。有的时阵，已经结婚的夫妻，因为一挂原因，最后不得不离婚，爱分开。有的时阵，咱所爱的亲人、朋友，因为破病、因为意外，永远离开咱。
好亲像最近咱所看见几啊摆空难的事件内面，真侪家庭拢经验安尼痛苦的分开，分开也是隔断，互咱的生命内面真失落、真空虚，有时咱真生气，咱真惊吓。对基督徒来讲，伫八章三十五节，保罗伊提出几下个情形，互咱掠做咱是毋是甲基督个疼隔断，是毋是甲基督个疼分开，直到咱个心内失去平安。特别是咱热心服侍上帝个人，咱若拄着困难，有当时啊，咱会感觉讲，咱是毋是拄着生命内面个暗暝？咱真未得了解。当咱看保罗，伫伊旅行传道的过程内面，伊嘛是同款经历真济困难。伫《使徒行传》十三章五十节的所在，当伊伫比西底安提阿传道完了后，迄个结局是伊被赶出来。当伊去到罗斯德传福音，最后人将伊钉石头，把伊牵到用要死。去到腓立比迄个所在，最伊甲伊个同工，最后是被关伫监牢内面。经过遮尔济困难对敌的情景，保罗对伊的经验内面，甲咱分享。伊伫八章三十九节，伊真慎重甲咱宣告：，遮个情形、遮个状况，也是造成遮个状况的关系，拢袂予伊甲基督的疼隔断。安尼的经验嘛是真济基督徒的前辈，伫因行信仰的路，同款宣告保罗安尼宣告，用因的行动表明基督无畏隔断的疼，伫因的心上。咱拄则讲到的井上义之助，当伊听到伊的老爸过身的时阵，伊非常的着惊。伊非常的愤怒，总是伊听到上帝的话，甲伊讲，着疼你的对敌。所以，伊做一个真无简单的决定。伊讲，伊要用疼来复仇，伊要用疼来报仇。老爸死，袂当隔断伊甲基督的疼。所以，伊开始为着台湾的原住民祈祷，逐天为着因祈祷。祈祷两冬以后，伊感觉上帝呼召伊来到台湾，向遮个原住民传福音。这个催迫真深，所以伊接受一冬的医疗的训练，来到台湾。在新竹这边的山顶，伊想要来服侍，来传扬福音。伊的心志真高，伊想要用基督听的福音来感化这些台南的原住民。但是，伊遇到的是困难和阻碍。那时，台湾总督府有一个离番政策的限制，无论什么人拢袂当向原住民传外口来的宗教，基督教、什么教拢袂使。虽然井上义之助是日本人，同款也袂使，所以伊袂当公开传道理，伊只有用基督，用伊的行为。用伊逐天替人看病，
来传扬福音。有一摆，因为报纸介绍，伊想要来台湾传福音，替老爸报仇，即种的心志，结果伊受到政府的关心，警告伊绝对袂使向原住民传道理。伫伊的后壁，无社会，无教会组织，无人甲伊支持。只有上帝做伊的后盾。伊伫台湾新竹的山区，生活的条件真困难。伊家己常常破病，伊破病到伫1917年不得不爱返去日本休养治疗。伊的太太嘛同款，伫遮尼无好的环境，常常破病。伫山区，当伊拄来的时阵，还阁有原住民出草杀人的消息传来，对伊来讲是真大的压力。最后，伫二次世界大战的期间，伊的三个囡仔已经成年。已经20几岁的囡仔，陆陆续续伫台湾，因为破病来过身。另外一个伊莱莎女士，伊是宣教师李修牧师的太太。伊伫1867年的时阵，甲伊的丈夫做伙。受到英国长老教会的差派，来到台湾，成做台湾南部第一任的牧师。在马加国的医师的后面，因两人做伙打拼，在南部宣教。伊莱莎女士对着先生伫遮服侍上帝，伊拄到的是伊的第二个后生，伫还未4岁。就破病来过身，最后伊的丈夫李修牧师伫1879年因为马拉利亚嘛过身伫台湾。照理讲，这个时阵伊应该返去英国，总是因为因翁仔某两个人伫南部宣教的时阵，看到咱台湾的妇女真可怜，袂当读册。唔捌字，因有迄个真强烈的感动，真深的心志，想要建立女学校，予查某囡仔会当来受教育、来读册。为着安尼，伊写批甲英国的教会讲：，恳求你派我正做女宣教师，我愿意正做女宣教师。我要继续伫台湾传扬福音。过当当1880年，英国长老教会女宣道会接纳伊的申请，正式派伊成做女宣教师。伊也成做伫咱台湾的第一个女宣教师。为着要促成这个女学的设立。因为经费实在是真有限，咱的教师会虽然有钱，总是还有别的事工爱做。为着安尼，伊来啥？伊讲安尼，予我来奉献建筑的经费。所以，伊一个人伫迄个时阵就奉献300英镑。这个钱伫今仔日，咱可能感觉无偌济，总是伫迄阵，这个钱就是。去女学所需要差不多拢总的经费啊，伊毋是特别有好额，总是伊有安尼心来奉献。伊的囝，伊的丈夫的死，并无隔断基督伫伊心上的痛。不管是保罗，也是这两个信仰的前辈，因拢伫因的经验内面来宣告。
无论什么代志，拢袂当将因甲基督的疼隔断。无论是患难、是困苦、是破病、危险，还是政府的规定、家人的死亡、宣道委员会，还是教士会，拢袂使阻止因用基督的疼去疼上帝，甲疼因身边的人。未隔断的爱是照着上帝的旨意来予咱，要予咱去实践上帝予咱的大改变。咱可能会感觉讲，不管是保罗，也是这信仰的前辈，因有法度伫这么困难的环境内面，予基督的疼来激励因，是毋是因为因比别人较坚强？咱是普通的信徒，咱袂遐尼勇敢，咱袂安尼的勇气去忍受遮尼大的困难。总是圣经甲咱讲，咱的软弱有信心来扶持。保罗伫八章二十八节强调软弱甲扶持，伊真老实甲咱讲伊的情形。嘛是咱每一个人的情形，咱拢是真软弱的人。咱正做基督徒，并毋是讲咱就变做超人，也是完人，或者是圣人。伫咱的心内面，咱真清楚，咱拢是软弱的人，是软弱的人。感谢上帝，也因为安尼。信心会扶持咱，当咱拄到困难的时阵，信心会伸手，甲咱救；当咱拄到危险的时，信心会伸手，救咱脱离危险；当咱忧伤的时阵，信心会伸手，搭咱的肩头，安慰咱；当咱流目屎的时，信心会伸手。擦去咱的目屎，信心时时在帮助咱、扶持咱，就表明基督的疼无甲咱分开，是袂隔断的。另外，信心用言语袂当表达的吐气，替咱祈祷，咱可能。会感觉奇怪，啥物保罗伫遮用吐气？吐气是啥物意思？伫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有讲到，到即马一切受造的物拢伫吐气，为虾米呢？因为伫五万有一天会当得到逃亡，脱离败坏的拘束。连咱遮个信耶稣的人，咱嘛伫心内伫吐气，要听候上帝设立咱做囝，就是咱身躯的赎回。吐气是一种真深刻的感受，也是真大的痛苦，因为咱受到咱的现状来束缚，无自由。地教一切受造的物，甲咱的才会做基督门徒的人，无法度用言语来表达，敢若会当真深、真长的吐气。总是保罗甲咱讲，同款信心嘛要吐气，为着咱来吐气，亲像安尼来吐气，为咱伫上帝面前祈祷。咱的吐气偌深，信心替咱祈祷的吐气嘛偌深。咱的吐气偌大，信心的吐气嘛偌大。另外，信心要照上帝的旨意替咱祈祷，因为咱毋知要安怎祈祷，咱可能会想讲。我哪会毋知影要安怎祈祷？
那不是常常讲祈祷上，就是甲上帝讲话吗？祈祷就是甲咱所要爱的，甲上帝讲吗？无唔对，这是祈祷，总是这毋是全部的祈祷。上好的祈祷，耶稣已经予咱上模范，是伊伫克西马尼园的时阵，伊甲上帝讲。莫照我的所爱，是照你的所爱。愿你的旨意得成，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上帝爱咱实践的是大诫命，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遐所讲的，咱爱去疼上帝，搁爱疼咱的厝边。耶稣。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也有讲，我予恁一个新的命令，就是恁爱相疼，爱彼此相疼。上帝命令咱爱彼此相疼，爱咱实践这个大的诫命。所以，当信心用言语讲袂出的吐气，替咱祈祷，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咱祈祷的时阵，咱的生命。会哪来哪符合上帝的心意，咱会当体会实行这个未过长的疼的意义。当井上一之助伊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来到台湾的山地，用行动来实践疼的命令的时阵。伊的付出，伊遮尔侪年伫遮的着磨，哪像看无结果？政府毋准伊往原住民传道，伊的家，伊甲伊厝内人受到破病的痛苦，受到死亡的境遇。伊袂当公开讲福音，伊敢若会当替人看病。伫遮的代志内面。有的是顺利的代志，有的是伤心的代志，有的是无顺利的代志。咱可能会感觉，安尼敢有值？为什么就爱为着这个胎老爸人承担这么多的痛苦？为什么咱爱去疼胎老爸人？总是。井上伊看到的是上帝的手在做工，上帝予万行书三甲来，予伊哪来哪明白上帝的宽容甲旨意。伊用一句泰雅族的语言来表达这个意思，伊讲 Dominion Uduh， 就是上帝的编制。伫咱基督教话。就是上帝在立你一切，眷顾万事。无论什么代志发生伫咱的身躯顶，上帝拢予因一件一件来。快乐的代志、悲伤的代志，拢有上帝在立你，上帝在眷顾。因为伊要将咱的生命编织成做一块真美丽的布料。的民论有度，袂当过长的疼，也是咱做上帝囝儿的愿望。愿望有一天，咱会当有基督耶稣的形象伫咱的身上。上帝为着咱遮个伫基督耶稣内面得救的人。早就准备一个真好美好的愿望，因为咱伫救恩内面会当成做上帝的儿女，亲像上帝的囝耶稣基督共款。耶稣基督的死甲复活，带予咱极大的愿望，因为咱知伫基督耶稣内面迄个未过长的疼，咱毋若即马做上帝的囝儿。最后，咱的身躯顶会有上帝囝的像，上帝囝的形象，
就是咱属地基督、属地上帝的记号。好亲像伫马太福音二十二章所记载的，有人问耶稣讲：“咱是毋是爱纳税予该撒？”耶稣回答讲：“迄、那个钱顶头的像是虾米人的？迄、那个像是虾米人的？”是该杀的伤，就把伊的命归乎伊。当咱有耶稣基督的伤的时阵，咱就是属于上帝的，这是记号，予咱有子的形象，有咱在咱的身躯顶有子的伤。这个伤是上帝。予咱真做安尼上，予上帝借着真济代志发生伫咱生命内面的代志，咱拄着的人慢慢渐渐改变咱，伊伫编织咱的生命。伫圣神替咱的祈求下面，咱哪来哪有安尼的形象？井上义之助伫台湾山地期间。伊受到法令的限制，伊会当点点祈祷，甲做医生安尼尔尔。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阵，伊予咱的名汉名，伊想要留伫台湾，伊想要永远伫遮。总是1947年的时阵，国民政府命令所有的日本人爱离开台湾。伊的心愿嘛袂当达成。咱伫个一生看到的是啥物？是毋是一个上帝囝的伤？是愿意为着疼来受苦的伤？是一个疼对敌的形象？因为上帝编织伊的生命，予伊成做上帝囝的伤。当井上年纪大。伊破病倒伫眠床的时阵，伊还阁毋知影，伊迄阵敢若会当靠着祈祷佮行为来传道，即个心愿、即个作为到底有啥物效果？伊心内真深的愿望，迄个抬人头的手，有一日会当成做提圣经佮圣诗的手，安尼心愿。到底有实现无？伫倒伫病床的时阵，拄好咱的高俊明牧师去到日本，知影伊的情形，去拜访伊，甲伊讲，即马伫台湾已经有一间训练原住民的传道人的学校设立啊，就是咱的玉山神学院。伫即马。咱有济济原住民的信仰内面的兄弟姊妹，因的手已经成做提圣经甲俄罗斯的手。当井上义之助听到这个消息，伊真正欢喜。伊讲：“上帝用我做肥料，予福音的种子发芽。”伫伊莱莎女士的生命，是毋是嘛是安尼？上帝囝的形象，是毋是嘛伫伊的身上表现出来？虽然咱看到的是，伊一心要推动的女儿，还袂完工，还袂当招生的时阵，伊家己就因为身体的病痛，伊爱离开台湾，转去英国。伊袂当阁成做宣教师，总是伫伊离开三年以后，伫1887年，女学开学，第一届的学生入来学校，有将近20个查某囡仔，咱台湾的查某囡仔会当伫即个学校学习，会当捌字，会当家己读圣经。认捌上帝，伫伊莱莎女士的心上，
是毋是嘛显出上帝的囝的形象？这是一个愿意为着别人付出、无求报答的疼人的形象。这个学校，甲今还阁伫咧。英国的教会有派其他的姑娘来接手办理这个学校。甲今仔日，咱台南的中营女中。也有在这在教育我们的世界。上帝在基督里面给我们这个不计当的疼，是要让我们可以突破限制，去疼上帝和疼我们的厝边，成做我们实践大使大改变的动力。也安尼，上帝听信心吐开的祈祷，将伊的旨意伫咱的身躯顶显明，伊编织咱的生命，要予咱渐渐成做囝的形象。伊用咱生命中无共款的代志，快乐的代志，悲伤的代志。满足的代志，缺憾的代志，正做一条一条的线丝，要编织一块美丽、一块色彩真水的布。人民论有拄上帝在编织，请咱做个阿头来祈祷。主爱上帝，你伫基督耶稣内面赏赐予阮的，是赢过一切困难、危险、迫害、破病的痛。世上所有的掌权的，所有的受造物，拢袂当计当你对阮的痛。主啊，阮即时也要求你帮助软弱的阮，予阮伫疼你。甲疼厝边的时阵，也会当突破一切困难、危险，甲一切隔挡阮、阻碍阮的事物，帮助阮伫阮的生活内面活出上帝囝儿的款式。阮安尼恳求祈祷，是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起立来唱回应的诗。
这时咱要来奉献，请书献。甘心乐意的是主所欢喜，请起立，咱来吟奉献的诗歌382首第四节。前后吼，左右吼，咱嘛来甲讲一句，讲一句，迄句，咱听着叫做“德米嫩，德米嫩，有拄好哦”。上帝编织咱的生命，咱的左右邻居亲爱者，阿公，德米嫩有拄。作者，咱来看教会的消息。伫即个8月初9，北里区联合举办的平安七月暝啊，报名，咱需要报名吼，通过
啊，迄、那个开五办公室个小右干事报名，主题就是生命的愿望。啊，咱来看第二点吼，小会蒙德利，即、这个参与伫即个八月份的洗礼，啊，甲他教派要申请专职的兄弟，请咱看即个八月七十。下午点半，啊，伫这个六 F 零三吼，咱来参与这个小会蒙德利。第三点，这个八月二十四的联合礼拜啊，甲圣礼殿，迄天竟然有一堂的礼拜，啊，请咱兄弟有备心啊来参加，啊是伫三楼四楼吼，会在九点开始哦。会在九点今仔一堂。第四点呢，是南投、中寮、清水的即款福音队需要礼物。啊，八月十五要出队，啊，所以咱收集的时间，咱会到八月初三那定。啊，咱需要小朋友的礼物，所以如果咱若有的话，咱通利用主日的时。啊，咱送到一楼的所在，即、这个礼物的募集的所在，哦，多谢恁的关心啊，甲参与。第五点是音乐的生命分享，是史茵茵姊妹啊，甲唐青姊妹哈，啊，因伫九月十四下昼三点，伫咱教会第三堂。三楼啦，是咧三楼的礼拜堂，啊，请踊跃参与，啊，其他还阁有真侪的消息活动，因为时间有限，所以请咱兄弟家己过目，也伫祈祷中啊来纪念。煞接，咱要来上迎新圣诗。395首，至圣天父，我感谢你。接续，咱请陈美玲传道师带咱来。上帝，借着已经过我坐伫上帝大边的耶稣基督，赐予咱袂为过长的痛，恳求圣神用讲袂出的吐气，照上帝旨意，为咱每一个人祈求，予咱盼望
要伫咱的生活内面活出上帝子子的像。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需要娱乐的，请奉献，咱的奖金欢喜来。